属性延安 Chinese Trial 2021。我觉得整个人的感觉吧，比之前两场还是要好。技战术的运用，包括自己在主动方面，我觉得还是能打出来。This is the match of Group B. Su Xin has lost one match. 许昕对于延安的整个球还是很。And ask Su Xin to play further from the table. 许昕反拉。Su Xin won 延安8-0 in the first set, and Su Xin plays further from the table. 11-1啊，许昕领先。哇，许昕又退台了，哪怕是被动啊，也希望能够从被动当中去挣脱，而不是一味的去跟着对方的这种节奏来打。哇，好球，看看许昕有没有反拉的机会。哎呀，好球，许昕的高抛发球直接开长球，发球带来了足够的冲击和压力。哇，好球！延安的这个正手小三角啊，效果是比较不错的。这几板，延安是直接看了一条直线。好球啊，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不容易啊。许昕在第4局是11-8，最终以大比分3-1战胜了对手延安。